心哎、欸，你很开心哎、欸，对，哇，这里有带冰瀑，哎呀，嗨大家，这是什么？电子机耶、欸，我的朋友，我的丹麦歌星，是我们的 baby， 他叫什么名字？他叫 Babu。Babu， 你要带我去哪里？我们要去 Musée Rodin。哇。我们什么时候这么文青啊？去 museum？ 对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自己也没去过。但是你上次给我看那个有人在那边结婚的，然后就觉得哦，那边好像蛮好看的哦，所以觉得可以去逛逛，因为我们都去过那种卢浮宫啊。哎、欸，我没去过卢浮宫哎、欸。我去过，我去过就够。那边真的太多人，很烦。OK， 好。所以要去一个比较。也不是当地的，但是比较少人的一个 museum， 好，然后可以逛逛，他们那边的花园也很漂亮，可以有我漂亮吗？有。这树都尖尖的，好可爱。最有名的在这里。这个最有名吗？对啊。这个是知道这个啊。叫 Le Penseur。Le Penseur。是 The Thinking Man。他在想什么？他在想晚餐要吃什么。小野呀、啊，咸酥鸡还是卤味？哦，两个我都想。我刚刚问说，这个人是谁做的？我们就是在罗丹 museum， 你觉得是谁做的？他是现代人吗？他是十九世纪出生，然后二十世纪死掉。罗丹本人。好，出来。可爱。Hello。天啊，大家，我刚刚才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就是陆妈是这个礼拜生日。这个男生刚刚，这位先生刚刚很忧伤哦，这个礼拜是我妈妈的生日。你是不是要跟我说一下，这么重大的日子，你要，而且如果他没有讲的话。如果你没有讲的话，我礼拜天就 show out， 然后没有 gift。哎、欸，还有时间啊，我跟一江新友我知道还有时间啊。哎、欸，这种妈妈的生日要一个礼拜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吧。而且我是那个苦味、欸，也不是你妈妈，太好了。哎、欸，我快要变成我妈妈了哎、欸。啊，怎么这么意思？对啊，所以我要表现一下。没关系，我一定给她一个那么好的包包来了，很开心。我知道，但是不是我的。而且你妈妈喜欢什么？最近都喜欢一些可以放在西班牙房子的东西。啊，这很难哎、欸。家日常的东西啊，因为。我妈妈是公主啊，她喜欢的东西已经都有了。
那我什么时候才会变成公主呢？欸，你这边又开 auto focus。所以刚刚是糊的，是不是？有可能。我们现在很临时，要赶快出去，要去看看有没有适合妈妈的礼物。欸，你妈妈到底喜欢什么啊？很难买耶。买一些放在放这里面才会开心啊。我的照片吗？像你。傻眼。哎，你真的傻眼嘞。Sorry, I love you. 你拍的都是背光，不好看啊。这样啊，这样有没有好看？这样太亮。怎么那么烂啊？哎，这一段我没有要剪掉，我放进去。回来人场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出门，然后去看有没有适合妈妈的礼物。嗯嗯，应该会找到。Sebati 会不会找到我的？结果没有找到妈妈。也有可能。你比较好找了，你什么都喜欢买。但我很好取悦，我比较好，不用动脑。真的。这个是不错的。Sebati 走。嗨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大概在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呢，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欧美 YouTuber 都推荐 Karen Body 的 LED 面膜仪。刚看没多久呢，我就收到了他们的公关品。噔噔， Karen Body LED 的面膜仪呢，它主打用红光与近红外光光疗来对抗老化，是跟科学家一起研究出来的最佳组合哦。它是用医疗细胶做的，材质柔软，可以贴合脸型，让 LED 光呢全面覆盖在脸上。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有写哦，经临床实验，95% 的使用者使用之后呢，四周内呢有效减淡皱纹的部分，然后可以改善整体的肤况，像是泛红啊，或是提亮。你们都知道，就是当我收到一个公关品或是一个产品的时候，我都会试用非常多次。但是因为它是主打就是抗皱，刚刚有说我是在六月的时候收到面膜仪，然后我收到之后我就跟陆妈讲这件事情，她就跟我说她很想试看看，然后我说好，那我就把这个公关品转送给她。今天是9月28号，所以陆妈也大概使用了3个月左右。就让我们来采访一下陆妈，看看面膜仪到底有没有效呢 ？Let's go。Donc le masque on body, tu l'as depuis quasi 3 mois du coup. Ouais, ouais. Ok. Donc tu le fais quasi tous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en fait. C'est ma petite routine du matin. Ouais. Et du coup, je commence par ça. D'accord. Au bout de 3 semaines à peu près, ouais. J'ai senti que ça faisait effet. Enfin vraiment, d'accord. J'ai trouvé. Ça fait quoi? Ça va pas me faire gagner 20 ans, ça laisse pas toutes mes bébés et tout ça, mais ça rend la peau plus lumineuse, ouais. Moins fatiguée, plus repulpée. D'accord. Et je croyais que j'avais meilleure mine alors que j'étais très fatiguée à ce moment-là. Donc depuis, j'ai continué. Moi, je l'ai vu, j'avais une petite tache là, un petit peu épaisse, et elle a diminué. T'as des amis qui veulent l'acheter aussi, tu m'as dit, ou tu connais? Ma soeur, elle doit le recevoir là dans les prochains jours. Elle l'a demandé pour son anniversaire. Ah yes, le même. Le même. Ah génial. Approuvé en France en tout cas, et par tes copines. Et par mon fils. Ah bah oui, t'es toute belle. Ah. Et t'étais toujours trop belle, mais là t'es encore plus belle. Voilà. Voilà. 那因为陆妈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所以我很开心她很喜欢这个 Karen Body 的 LED 面膜仪。听陆妈说完，你就知道 Karen Body 的 LED 面膜仪是需要长时间使用的哦，才会比较看得出来效果。不过因为它是穿戴式，只要在洗完脸后直接戴上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第一个我觉得是蛮方便，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它是蛮容易坚持继续使用下去的。如果你也有兴趣试看看 Karen Body 的 LED 面膜仪，你可以到资讯栏的链接去看更多内容哦。那我们继续 Vlog 吧 ，Let's go！ 配上这么帅的帅哥。这是什么？给我一个时尚的 pose。哎，鲁伊，这一周是法国的 Fashion Week。如果你看到那个 camera 在手，哎呦，哇哇哇，哇哇哇，你要怎么摆 pose？ 真是。大家，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一面，很荒谬。哇，关不下的啦，这边啊，你偶尔帮我带一只手机会怎样？有手机，有 passport。我跟你讲一件事，如果我等一下我买到一个，我看到一个，如果我等一下看，你带 power bank？ 对啊。哦，难怪。没有真是这样怎么办？我们而且我跟你讲。等一下，如果我看到一个喜欢的包包，你就还我，我们就买一个，然后你就可以还我手机，好不好？赞，好，好期待呀、啊！有那么多包包，你我哪有很多？卡住！我就是一两个、两三个、三四个、四五个。出口有关吗？八零六的。哎呀，大家，这支影片已经进行到10分钟了，我们还在家里，没有出门。
在哪一区？在 Avenue Montaigne。 对，听说这条路很有名，为什么？因为很贵，都是名牌的那种店。对，然后它这里的名牌店我觉得跟那种百货公司有点不一样， 就人好像比较少。对对对，服务比较好。像你去 Galeries Lafayette 超乱，真的感觉你在菜市场里面买一些名牌包包。对对对，我觉得超不好的感觉。我觉得反正如果你有5万的预算买一个包包，你在在意什么？你在去好一点的地方比较好吧。真的、就是比较有服务的感觉。你想喝什么，他们给你喝，你要多少多久的介绍都可以。你上次看看所有商品都可以。对，真的比较推荐来这里。这里也是可以退税的。对，你看，然后在这一区就是比较悠闲一点。嗯，然后听说这附近也很多很贵的饭店。嗯，所以这里的气氛就是比较超贵，有点高级。这也很高级，是真的很高级。就是这样一小区一小区的店面。然后我那一天有去逛 Prada， 我觉得也蛮好的。里面还蛮大的，不要看它这样小小一间。对，它很大，从这里到那边。对，都是 Prada。像这个 Prada 的门都有写着有眼镜、有包包、有什么的包包都在一起。因为有时候你去在百货公司，他们的点都比较小。对。然后可能就是包包在店里面，然后墨镜什么的可能在中间跟其他牌子在一起，然后就比较乱。对。这是什么 concept？ 法国人，你跟我解释一下。我不懂。我也不懂。Hello， 这个包包你懂吗？是一颗球。这很好用吗？哎、欸，这个、坏人来抢你，你可以打他哎、欸。真的？对啊。这个是怎么用什么做的啊？这个是鼠胶吗？应该是吧。那这样不能买那么贵吧？这个一定很贵，还是有创意啊？可以买给我吗？我懂，你懂，我懂。那你不能买给你？靠！为什么你懂？我懂跟我想买不一样的事、啊。好吧 ，QQ。现在想来买太阳眼镜，黑色好还是这个？哪一个？我比较喜欢这个。啊不，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比较需要黑色，这是黑色。第一个是绿。哇，刚刚看到那个女生戴给你一样的眼镜。好，我马上撞眼镜。是白色的。我刚刚在逛的时候，我就看到几个戒指跟手链，我觉得很可爱。嗯。可是，我直接问咱们用什么做的？是金的吗？对。那个戒指小小的，要10000台币哦。对。他说不是金的。我说是上面接近这样子吗？对，不是啊，镀金，完全都不是镀金吗？对，然后店员就很老实跟我们说，他很快就会褪色。不是说很快，但是他听起来是就知道，他说他是一定会褪色了。对啊，就是没有说多快，但是他自己说不能碰到水什么的，哇，你一点都不能碰到水，啊、你就知道这个很烂吧。哎，他卖的戒指有一些戒指的，很喜欢的，他卖1500。对，然后上面都是镀金的，都是镀金的啊，然后里面是硬的。所以大家如果你去买饰品，一定要问他是不是这个，它上面的材质是什么。对啊，因为要我是为了拍照买啊，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行。哇，务实法国人赞。哎、欸，我妈妈的礼物嘞。我忘记你的几个人。我今天会很认真找到妈妈的礼物，加油！再来，哇，你看起来很好吃，没有脆脆的，没有脆皮脆，失望。其实我刚刚是点了他们的海鲈鱼，但是因为最后一刻他跟我说海鲈鱼卖完，所以我今天吃凯撒沙拉。How was yours？ 我的也还好。好失望啊！你怎么评论很好吃？说不定很好吃啊，你吃看看。还好啊，好吧，没关系。拿铁跟甜点，是因为我的鲈鱼卖完了，然后他不好意思。
好可爱。而且我本来也有 Cambodia 的美女买我的，他真的太不好意思，就直接送给我们这样的。对，要请我们吃。啊，太阳真的是太大了。Oh no， 怎么办？只好拿出我新买的眼镜。你是哪不是？不是我。不是。Ça va bien？ Ça va？ 七天内新的都可以退。好像法国可能也有。对啊。哎，那个什么 Zara 那些都30天哎。对啊，对啊，这个应该一年吧？有，哈，没有人，超级辣妹，哇，对，哇，哇一下，超辣，大家，拍一下，那完全就是 Louis 的菜，在我后面，拍，看不到，就是那边的，哎呀，就是荷兰人，辣，睡了在这里，耶。今天是下雨天，然后路易他去烫头发了，现在要一个人来逛逛。啊，上个礼拜还有20几度，这个礼拜今天就13度，我今天穿了一个大衣，好冷哦。我要去 explore myself。今天下雨，所以我应该会去那种 shopping mall 逛逛，这样就不用一直开雨伞、关雨伞，带大家看看下雨天的巴黎。要去 Châtelet 逛街，Je vais prendre une café au lait, s'il vous plaît. Café au lait, c'est quoi ça, emporter ? Et une croissance, s'il vous plaît. Il en reste un. Ok. Ada, A-D-A. Mike, s'il vous plaît.进去的那个星巴克还蛮可怕的，亚洲的星巴克就是看起来蛮高级的，然后很 chill， 但是我觉得法国的不一定。如果你要在星巴克里面用餐的话，你还是先进去绕一圈看看。我一开始没有看很仔细，我就看到有位置，我就说我要内用，但是我旁边的人就是有一点奇怪奇怪的，对，所以大家如果你要在星巴克法国星巴克内用的话，就是先看一下你旁边的人有没有怪怪的。这样吃完一个croissant我就走出来了。现在很舒服哎。A new boyfriend with a new perm。耶，好像有点丑。不会，很好看，帅。在准备妈妈的生日。谢谢。这个是给妈妈带的，这个是我变成一个 3D 的蛋糕，然后是 BB， 这是我们戴的帽子，你觉得它会怎样？就是耳塞呀。选一张卡片 ，Happy Birthday。哈哈，也眯着。天气变好了，对，可爱。超有 feel， 然后我们就要回家，因为今天要陪妈妈一起吃晚餐。对啊，亚龙才是七个人啊。嗯，我们不是今天晚上庆祝，我们是明天跟弟弟一起庆祝。对。但是因为今天妈妈在家里工作，所以我们就想说晚餐一起吃。嗯。因为昨天小孩是陪他一下，我们回台湾之前。对，没错。